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对有关的企业做有罪推定，并发出威胁，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，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，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、透明、非歧视的原则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，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、公平、公正、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，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，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歧视、排他政策。